两份牛排，七分熟，再来一瓶红酒。好的。先生你好，这是咱们店的酒单，不知道您需要哪一种红酒？那还用问吗？当然是最好的了，是吧？好的。赶紧 ，Cheers。你说你这人吧，回国不长时间，中文那么差，好不容易回趟国，说点中文吧。来，走一个。哦，走一个，啊好。其实要我说呀，牛排还是美国的正宗，牛肉呢比这边的嫩，入口也比较滑爽。你还没吃呢，你怎么知道啊？还想吃什么东西？继续点吧，不要替我省钱哦。啊，买单。哟，没怎么吃啊，不可口是不是？先生您好啊，用餐22800元，加收10%服务费，一共是25080。哎，你没搞错吧？我们就吃这么点东西，20000多。啊。你把账单给我看看。因为这位先生呢，指明点的是咱们店最贵的红酒，就是桌上这一瓶列装级的拉菲，这瓶酒单价20000元。你先跟我说呀，你都不提醒就把酒开了，还要我20000块，你这分明是敲诈呀你！可是先生，您没有给我向您说明的机会。我？哎，先生，您看咱是刷卡还是付现？大哥，小伙子，哎，我看看啊，这是拉菲啊？是拉菲啊？你们家拉菲是这样的呀？你蒙谁呀你呀？你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啊？拉菲就这样啊？啊，哎，小伙子，哎，这上面写着什么？1982，1982对吧？啊，哎。卖关子，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啊，山东家东的，这上面写了1982吗？真正的拉菲是1996年才有的。我让老百姓看一看，你这是真的拉菲还是狼心狗肺？不是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您先等一下，我去请老板。哎呀，吴师傅，你也真是的，也不是多大个事儿，不就20000块吗？给他就算了。我在美国给小孩的红包，那都是10000、20000的给，算不着这么吵吵嚷嚷的吗？是是是，这主要是我这暴脾气吧，看不惯别人骗人。还好这不是美国，认识我的人不多，不然我情愿吃个哑巴亏算了。其实做男人，大气是最重要的。面子比这20000块要重要的多，对不对？听见没有？以后少管闲事儿。遗憾呢，那红酒还没喝完呢。我带上了。啊？你看，你看，我连那个面包黄油都没落下。哦。尤师傅对红酒还很有研究啊。嗨，我哪有什么研究，喝红酒的人呢都是有钱人。不过我以前呢有一个客户，他呢喜欢喝点红酒收藏，有时候我到他那儿去送药呢，他给我叨叨几句，哎，久而久之呢我就学会了。客户啊？哦，你不知道吧，我除了开车我还卖保健品。哦，哎，很多人表面上看呢很健康，其实呢很多人是亚健康，这么发展下去不行。是吗？是啊。哎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这么着吧，回头我给你弄一个私人定制，哎，再给你办张年卡，你有什么问题及时找我。哦，好。哎，刘老板，那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客户啊，为您服务是我的宗旨啊。
小时候就在这里长大的。你怎么知道这家？你的情况我都清楚，你小时候也在这长大，跟刘老板算是青梅竹马，这地儿又没拆，我想让你俩再来感受感受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真的是什么都没变，这些房子还有这面墙，就是这面墙小时候我妈妈常把我带到这儿来量身高的，那时候我这么高，现在都这么高了。哎呀，没变没变。前面好像有一个煎饼果子，当时放的鸡蛋特便宜，5毛钱一个。嗯，想吃是吧？啊，跟我走。好好好。哎呀，累死了，我军训都没这么累过。哎呦，我这开了一天车，腿肚子都转筋儿了。大刘什么时候走？我怎么知道？哦，那大刘走了，你妈是不是也得走？我怎么知道？喂，大刘，啊，是我呀，你好，啊，阿姨呀，你们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好在哪儿？玩得好，吃的也好啊。哎呀，阿姨啊，你们家那个司机也真给力啊，样子不怎么样，可头脑好使啊。哎呀，这几天玩下来啊，我都胖了一圈了，皮带都往后挪了一个洞了。问你和我们家青青处得怎么样？每次我跟他说话，他都只回答三句。哪三句啊？啊？啊？哦。啊！死丫头，他怎么能这样呢？大刘，我跟你说啊，在大陆呢，你跟女孩子交往，你不能光是带人家什么吃啊、玩啊、喝啊的，要去一些有品位的地方啊。连东方新天地都去了，没用的。那种地方怎么能去呢？太俗了。听我的啊，我们家青青是一个有品位的姑娘，所以你必须带她去什么博物馆、图书馆、美术馆，这样才可以。真的？这种事情我能骗你吗？哦，好好。